喂，搞咩一代二代啊？我哋上烹飪班啊！你又開 party 嘛？我醒啦，嚟睇下，我買曬材料，我煮 ，OK？ 喂！不如算啦，我哋嗌外賣好唔好啊？點解？因為呢啲粗重嘢就交俾我哋嘛，係咪？喂，你邊識煮嘢食啫 ？OK 喎，輕鬆。你埋就你咁嘅飛仔麻辣雞煲醬，煮雞煲話咁。Let's go have a party。喂，等先，自己整會同出面爭好遠噶，唔係話有隻雞啊就可以叫雞煲噶喎。我撐嘉琪啊呢、這個。我梗係知道你兩個嘴刁啦，我梗係試過曬，我先夠膽帶上嚟啦。入邊咩都有齊啊！秘製的麻辣雞煲醬來說，一包就炒雞的時候，一包就瓜汁的時候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好香啊，好重香料味，我就聞到知道是什麼料。哎呀，剛才我不用買那麼多調味料，我怕它不夠味啊。本身我還有一包特製的辣椒粉，這包特製辣椒粉是由紫天椒特製而成的，所以就適合我這些最喜歡吃辣的人。不過呢，我知道你兩個是不喜歡吃辣的，所以呢我會落少一點，因為它是分開包裝的嘛。細心啊，好像我那麼溫柔，那麼細心地體貼，是吧？辣椒粉就說吧，是你給心機落。喂，這麼簡單呢，真的就算不懂煮東西吃的都搞定。你指誰啊？誰不懂煮東西吃啊？我笨蛋。咩？我指我，立埋我私人珍藏嘅豪王极品鲍鱼，成件事高级晒啦！哇！等我影张相先，我要摆上网，话俾我啲 friend 听，我识煮嘢食嘅，入得厨房，出得厅堂。我要呢、這个。嗯，好好味喎！哇，真系神还原川式风味啊！以后唔使出街食啦，肥肠好推介啊！而家卖你咁嘅产品，仲有机会得到呢个韩国 Leo Flame Bika 22 cm 双耳煲，我哋食嘢咯！我夹晒啲鲍鱼先，好啦，我要啊！